马年的朋友今年事业方面有突破性的发展，未解决的问题今年可以迎刃而解的。咁财运方面咧，今年就唔系好稳定，要量入为出。爱情方面咧就有离异嘅现象，咁啊小心啲处理啦。咁健康方面咧要小心血液循环系统啊，同埋泌尿系统方面嘅毛病。